试一下哈。好，我选，我要选这个。这位那个妹妹好了，对，我是妈妈了。哦，妈妈了。我觉得这个很棒，就是因为小朋友很不喜欢吃红萝卜，对，番茄。对，那我学会这个料理，我把它放在里面，这样子它吃不出来。对，然后又有满满的营养素，副食品啊，真的推荐给所有的妈妈。对，而且小孩子吃很好，它够那个吧，啾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它有贝塔胡萝卜素嘛，玉米黄素，对，还有茄黄素。而且小朋友现在看山西。对他们太重要了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包括我们在座大家都是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真的是太幸福了，真的。